演表演者高峰、栾云平，掌声有请。谢谢各位朋友。哎，刚才两个小伙子给您说一段，多好。这个节目呢，还是个传统段子啊，叫金龟铁甲。是，演员呢非常优秀，高小贝和侯小楼，多好，都是青年才俊。对，今年还不到五十呢。不到啊，不到五十，这是一种年龄优势啊，年龄优势。这也就才二十来岁，二十多岁，嗯，到五十了吗？那不到，还是的。这么说着保险是这个高小贝、侯小楼啊，岁数不大啊，对，说相声年头可不少了。他们吧，合作起来呢也十好几年了。嗯，他俩从说相声、学相声那天呢。就是搭档，搭档到现在仍然是搭档，仍然希望他们明天还是搭档，嗯，永远搭档下去，哦，是吧？这是好朋友嘛，对，啊，他两个人呢，也得有个老师啊，教给他们，嗯，他俩的老师啊，提起来不得不说是个遗憾，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嗯、他们也是这么有这么个情绪，说相声哪儿都好，唯一的就是这老师没找对，哎，但是在我们这行呢，这还是不可逆的，就是说什么呢？您先别说了，不许啊，您先别说了。您要发言呢？哎，对，轮到我了。您干嘛？不是他们什么老师不好，就是这个遗憾呢，就是没找对老师。我就是他们老师啊。所以说嘛，不怎么意思啊？啊，就是他们，跟我学相声是他们的遗憾，是他们遗憾，没错。我怎么配不上他们？哎，你这话没有必要啊！啊，你怎么谴责自己呢？我没谴责。你怎么会配不上他们呢？是你啊，配不上他们。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，明白了吧？就是我配不上他们。你怎么又说一遍啊？你别老对自己有这种怀疑。那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你怎么回事啊？我这是表扬你，就是你的水平太高了。你给他们说点什么呀，徒弟们听完之后一头雾水啊，听不懂。比如说吧，你在底下坐着偷听他们一段相声。我干嘛还得偷听啊？这谁跟谁学呢？这是你让他看见，他不就紧张了吗？嗯，趁他不注意听一段，哦，听完下来了，嗯，哦，小贝，哦，小龙过来，你看你们两个人照这样发展下去都不是个样子。嘿，你高小贝你看又胖了，最近是不是管人胖瘦干嘛呀？侯小龙，你那个相声能这样说吗？嗯，师傅应该怎么说呀？应该呀，告诉你啊，没事多看看师傅的演出，跟师傅学习学习，嗯，像师傅这么说，观众就乐不出来了啊！记着点啊，师傅，你有毛病吗你？我往哪边骄啊？你不怕他骄傲吗？怎么骄傲？是不是？这说相声就为了人乐，哎，该乐的地方让观众乐，嗯，不该乐的地方你不能干扰别人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这是你的艺术追求。哦，对不对？你老乐也不管内容了，不管剧情了，也不合情合理了，净在那乐也不行。我还没分清楚哪儿乐不乐呢。哎，那不行。嗯啊，他呢是我是为表扬你。嗯，他呢有他的老师，我也有老师。他老师的一提起来，各位南京的朋友更熟悉了。那是，对不对？嗯，郭老师，对吧？谁不认识郭麒麟是吧？郭麒麟是我老师啊，是吧？您半师半友。去去去，郭德纲先生那是我老师。哦，郭麒麟他爸爸，对，是您的老师。嗯，那是郭德纲先生，那更家喻户晓了啊，谁都知道。嗯，郭老师跟于老师黄金搭档，配合默契，哎，收了好多徒弟。是，他是郭德纲的爱徒。哎，没错吧？哎，是这么说。哎，爱徒就是郭德纲啊，是他的好老师。对，他是郭德纲最喜爱的一个徒弟，可以这么说吧？为什么喜爱他呢？脑子聪明。哎，好，有学问。我爱看书。哎，郭德纲喜欢那个有学问的徒弟。对，没事在宿舍里头啊，在家里头啊，就看书，看书，纸质书看烦了，看电子书。对，电子书看不见了，还看纸质书。哦，看瞎了都。哎，就是喜欢学习。嗯，最近看什么书了？我最近看的什么？我看看说明书。说明书。嗯，说明书，你买电器了？对对对，说明书不行啊，看书。哦，最近看什么书了？看什么书啊？最近我比如说啊，啊，新出了一本。哪本？《三国演义》。哦，《三国演义》。哎，哦，又再版了是吧？啊，新出的《三国演义》。嗯，《三国演义》是一个古典名著。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四大名著。嗯，这个都应该烂熟于心了啊啊！《三国演义》我也看过啊，我看过700多遍，《三国演义》。
什么？三国不是吗？嗯，三国演义我看过700多遍。三国演义就是从头看到尾。对，第一回看到120回。你看过700多遍？哎，700多遍，到现在我还在看，可以说是百读不厌嘛。没事，我就700读不厌，没事我就看。好家伙！哎，三国这部书是一部好书啊，对不对啊？对，嗯，700多遍，700多遍，嗯嗯，还看什么书了？我呀，对，《水浒传》我也看呀。哎呦，买三国送的吧？你甭管怎么来的，它都是一套一套的。嗯，三国、水浒，这是咱们四大名著啊。嗯嗯，对不对？嗯，这四大名著呢，您要是各位感兴趣，你再把这四大名著说全了，都是什么书？这不说全了吗？啊，三国，嗯，你不都看了吗？对，水浒，啊，有没有？嗯，四大名著嘛，对吧？哎，这就是啊，哎，咱们，哎，干什么呀？别划我爹，那两本什么呀？嗯，划哪儿去？嗯，我没穿旱冰鞋。别废话，这两本什么？四大名著啊。那两本是？就是这个呀，三国上下，对吗？水浒上下这四本。那西游记、红楼梦呢？西游记下一批吧。嘿，好没选上，合着。是不是？什么就是不是？您刚才说这也属于，也属于四大名著。对，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嗯，《三国》《水浒》对对嘛，我都喜欢看，嗯，都看过700多遍。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，这叫这四个书，对你都看700多遍，都看700多遍，对吧？一共2000多遍嘛。小时候，打小时候，我这人认字比较早，一个礼拜我就认字了，是吗？从生出来，对。然后看得早，一礼拜你就认字儿了，啊。一个礼拜我就开始看三国，竖版的啊，咱那竖体字儿。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对吗？有两下子。没事，我就看这个。嗯，一礼拜你都认字儿了。哎，当然了，一个礼拜的时候啊，还认不了太多字儿，所以先从三国开始看。嗯，嚯，先从三国看，因为一个礼拜的时候认识一三字了，认识一三了，就认识三，合着。三还说不太清楚，我，哦，能说出三字就不错，让您见笑了，啊。您可以说是一个神童啊！哎呀，他们老这么夸我啊，让您见笑了。这可不是见笑，我这是羡慕佩服。必须得开始的得早，要不然我这一个700多遍，我这22年我也来不及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什么？等一个礼拜开始看。您先等会儿，我这22年，您先别说了，您别。人家玩游戏的时候，我看书呢。嗯，知道吗？不是，这22年是什么意思呀？人家睡懒觉的时候，我在那儿看这个。我问你，这22年什么意思？人家都出去打球的时候，我在那儿看。你能不跟怨妇似的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问你，这22年怎么回事？22年就是从出生一个礼拜哦到现在，哦，这不是一共22年吗？我就看了22年的书。你今年嗯，才22岁啊？22虚岁，虚岁。那您这模样长得可跟那快退休的似的呀。哎呦，你们这南京这23退休是吗？是不是？不是，那长您才22岁。知道为什么显着老一点吗？看书看的，看书费脑子，对不对？没事看呢，西游记啊，红楼梦啊，满纸荒唐言的，挺荒唐的。我看他干嘛？你说是不是？嗯，越看越有意思。我这冒昧了啊！哎，您什么意思？您今年22岁，22虚岁。我这瞎猜了。您猜猜，您父亲也就是44左右。我父亲岁数大啊，我父亲90来岁了，90来岁。他一辈子也看书，哦，没工夫要我，他净看书了。那你爸爸可太懒了，是不是啊？嗯，他反正我们，你就甭管我们家了。等于你爸爸70多岁有的你，哎。一礼拜你就认字儿了，一个礼拜神童吗？神童，我也14个月降生的，14个月，你也跟他们似的，跟他们一样，哦，屎壳郎给我推出来的。好，嗯，俩粪球，比较有学问。你别管我们家庭了，好不好？我还挺好奇他这家庭。我比较有学问，他爸爸90多岁了，90多那怎么了？嗯，不允许。还活着吗？好，身体非常的健壮。嘿，啊，我们俩人出去，外人一看，跟干姐们一样。干姐们一样，谁是姐姐呀？当然了，她怎么她90多了？嗯，是不是？您才20来岁。对，她是老姐姐。好的，哎，是就是说保养的皮肤，要想皮肤好，早晚用大宝。她这皮肤也比较细嫩，比较细嫩，还细嫩啊！拐棍，形同虚设，根本没用。你爸不用拐棍？哎，不用，他没事注意养生。他是不用了，他不用。我看你该用了。我这个体格，我这个意思，你还可以蹦吗？
当然了。是吗？对呀、啊、我蹦什么呀，我还真不信他才22了。22，你别老盯着我这岁数。嗯，你老盯着我，我问你岁数了吗？我38，您可以管我叫叔叔。谁问我怎么能管你叫叔叔啊？你这人家可气，我没问你岁数。哎，这人的年龄是个隐私。隐私，对。对吧？对，你别老问。尤其这个女同志的岁数别瞎问。对，女同志的岁数你别猜。哎，猜来猜去你也不明白。别猜别猜。是不是、嗯、哎呦。有两下子，有两下子，就是说我呀，很有文化，你甭管我岁数，嗯，有文化。三国、水浒都看700多遍，对，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这都看好几百遍，没事在家里头吟诗作对。哎呦，干嘛？你哪儿疼啊？啊，哪儿难受？不是，我就是从这儿，就佩服你。那佩服我就对了，吟诗作对儿，我朋友多了，我朋友全是文联的，文学艺术家联合会。我的朋友都是有学问的人，这不新鲜。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门丁，白丁无白丁，知道吗？门丁那肉饼。反正跟我交往的都比较有学问。又谁是你朋友、啊？谁是我朋友？我才岁数不大，我都是忘年交。嗯，忘年交。你比如说吧，莫言老师啊，莫言老师听说过吗？听说过。哎，人家是莫代尔文学奖的获得者。别胡说八道啊，莫代尔文学奖，那是诺贝尔啊。诺贝尔文学奖，莫代尔秋裤。对，我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即将获得者。即将啊，对，我正写呢，等我写完了不就行了吗？对，你才22，有的是机会。对呀，我正写着呢。还谁是您朋友？还有都是忘年交。嗯，忘年交有一个老纪，纪是我。您说名字。纪宪林。既是我们也是忘年交。季羡林先生，对，那对对对，去世了。哎，去世的时候我特别悲动。是你呀，打这心眼里头看不起人，你老不相信。我说我认识，你怎么不信呢？我不是瞧不起您，啊、说那么半天，我跟您说，我就是不信您。哎呀，你金庸那访谈里都提到过我呀，提到过我。你不仔细看，季羡林的访谈都提到过我呀。你怎么称呼他？提到了什么？刚报幕的，你没听见吗？我的名讳大名高峰啊。季羡林呢，金庸啊，接受采访，电视里头你没看过吗？真是文学艺术的高峰。你看他提到过我，提到过我啊。你不仔细听讲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们呢，他把我这名字嵌进去，嵌进去，就透着我们有交情。对，没事，我喜欢吟诗作对，嗯，作诗、写诗，您说什么都行。写诗，您随便吧，我行。嗯。写诗，写诗，写过诗吗？写过诗啊！啊，写过诗啊！怎么您要写写吗？不写，不给你写。哦，我写那诗，好家伙，朗朗上口，各位朋友您都听过。我发表完了，小学课本里边都选录了。哎呦喂，各位朋友都听过。您啊，您写的诗，对，你今年22岁，虚岁，列位上小学课本里都读过您的诗，啊、读过呀，读过呀。朋友们，咱真的，咱鼓掌，让他念那。谢谢大伙儿，真的，谢谢大伙儿，真是的，你看看，咱那有假的吗？哪首诗是这个文学艺术高峰写的？嗯，来，各位朋友都读过。哎，我就选其中一首吧，我就不都说了啊。还有很多诗是你写的，不都说了啊？嗯，注意啊，嗯，鹅，那好，锄禾日当午。对，这个远看。寒山石径斜，念得念斜了啊，念霞算错字啊，这都是我写的，这都是我写的，都是我。哎呀，行行，这都是你，这不都人家是古诗吗？古诗啊，你不懂，鹅，你不懂的，这都是我的。什么你知道吗？你不懂，你老看不起你出题目，当时为作诗。你真是的，你呀，真的，那今在咱们起联欢的形式了。既然他敢让我出题，那列位我也不认识您，啊、我不认识您，您出题好不好？你不好、啊，你别给我瞎许愿，咱后头说好了那个，你出那个，你出那个，我给你写，你要让人朋友说，你多孙子呀，太孙子了，这人。22岁就有孙子，21，哎，是您的福气。哎，你甭管了啊，我要出题啊，你出个题目。我给你作诗，不是我这不是出的挺好的吗？题目在哪儿呢？不是，是观众朋友们呀、啊。哦，给观众朋友们来首诗啊？对啊，是这意思吗？对啊，给观众朋友们说诗啊。啊，诸位您听着啊、嗯，给观众朋友们写诗得认真考虑考虑，是得好好写，让人得高兴，高兴。
注意听着啊，这上联啊，你先等会儿，你先别说了啊，干嘛？我让你写诗。对呀、啊，哪出来一上联啊？诗它得有顺序，懂吗？它得有顺序啊。诗啊，怎么了？怎么有上联？这不对联吗？诗，哎呀，诗有很多种形式啊，对不对啊？有绝句。对，我听说过。有没有？有啊。绝句什么意思？绝句啊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绝句啊。没说一样吗？这不是什么意思？绝句。绝句是一共四句，叫绝句。八句的呢，就不叫绝句了。那是双绝。好家伙！哎呦，我要用大招给你灭了就完了。双绝有个词儿啊，色艺双绝吗？不是双绝不八句吗？跟那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八句的叫律诗，对吧？四句叫绝句，八句的叫律诗。这都是诗的格式。哎，我写这诗两句。您这就两句，两句，那不就是上下联吗？就是。对呀、啊，这不是上联吗？啊，这不刚要说上联，你打打等会儿等等。跟彩电门上一样，不刚要说吗？我不是，我是动的。哦，这不是说呢吗？啊、那您说说这个诗啊？啊，是我这两句诗。哎、啊，两句诗。上联什么？给谁写？观众朋友们。给各位观众朋友写啊！注意听着啊，注意听着。请诸君到此处消遣娱乐，这词儿多好。诸君就是各位朋友们，到此处就到我们难得这儿，难得您来一趟，难得是不是？嗯。消遣娱乐，听相声吗？消遣娱乐啊。下联呢？就是最后一句啊。对，最后一句、啊、一共两句嘛。听我们讲相声，场笑开怀。对，好好，这是最后一句。耶、yeah, ，谢谢各位朋友。哎、这就是，这完了，这叫。对，两句的诗。你两句的对联，你怎么着给我们凑个横批吧？横批 啊，横批有。横批后边就缀着四个小字儿。这什么？四个小字是。多福多寿，多福多寿，吉祥话，吉祥话，万事如意什么的，新年快乐都可以。哎呀，对，兔年大吉都可以。哎呀，怎么样？这给观众写的这还真是不错。有学问没学问？那我还不能承认。你老不承认，这词儿多好，即兴发挥嘛。你这写的这词儿太水了。怎么哪是水啊？到此处消遣娱乐，你大白话跟长啸开怀嘛。大白话跟你这“锄禾日当午”这词儿准不是你写的，“锄禾日当午”吗？你看看，嗯，哎，别的题目你能给写一写吗？还有题目呢？啊，你出题目，出题目当场我给你写。是，哎，两句诗。哎，今天呀、啊，下午5:33的时候吧。啊，你要干嘛去？我走的这个叫死亡时间，378巷吧。378巷那儿有一个市场。对，嗯，您的题目是什么呀？那儿市场门口啊，啊啊，有一个摊煎饼。哦，有一个摊煎饼的。对，然后呢？我到那儿看了看人家摊煎饼。哦，观摩一下。嗯嗯，问了问是4块钱，4元钱。4元钱比较合理。哎、是，嗯，我呢没舍得吃。哦，多可怜呢，是吧？嗯，但是我就想让您给这个摊煎饼的。写一副两句诗吧，给什么写？给摊煎饼的。给摊煎饼的不能写。嗯嗯，写完了他没地儿搁呀，贴煎饼上那不行。你想太多了。哦，那咱不是文学吗？文学爱好者，文学嘛。嗯，哎，你写写我们听听，就听这词儿。对，摊煎饼的啊。嗯，摊煎饼的啊。对对，注意听着啊。嗯，上联啊。啊，上联是啊，听着了吗？哎，撑圆面稀刮开大。这里还有水果、嗯、哎，什么哪有水果？刮开大？不是那个西瓜，不是西瓜。什么意思？撑圆摊煎饼，你不特意看见了吗？嗯嗯，它有一个撑啊，它是圆的。哦，那个面呢，摊煎饼需要面，知道吗？那面呢，不是面团，也不是面条，也不是面粉，它是什么呢？那种东西啊叫面糊。好，挺稠的，叫面糊。面糊，对不对？对，拿那勺啊，㧟一勺，然后呢，别洒了啊，浇在这个撑上，撑圆，面是稀的，面稀，刮开大的，拿那工具啊，拿那工具这么一刮，摊平喽，它是一张大煎饼，撑圆面稀，刮开大。哦，这么个刮，哦，明白了，制作过程嘛。嗯，刮开。你这诗的最后一句呢？最后一句啊，就是下联啊。啊，下联是：葱多
将少卷上长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这不大白话吗？嗯，葱多多搁点葱，提提味道哦，对吧？少刷点酱，别咸了啊。对对，把那个油条啊或者什么拿过来搁里头一卷，卷上之后呢，您再一瞧，模样变了，哦，不是圆的了，改了，变成长的了。嘿，哎，葱多酱少，卷上长。嗯，这是第二句。横批，横批，四个字，哪四个字？越吃越短。高了，高了。行了，先生，您这都吃出去了，都吃出去了都。哎，哎呀，越吃越短，越吃越短，讲理不讲理？这不是废话，这是怎么废话？实话，那大葱啊、黄瓜，这都越吃越短。对，没有越吃越长的，越吃越长也有。什么？贪吃蛇。嘿，这游戏快失传了啊！失传了，列入非遗了。呵，你给列入的贪吃蛇。嗯，怎么样？哎，可以，有学问吗？哎，有学问。诗人吗？真不错，就看您这快劲儿。真不错，哎，诗人，嗯，诗人，我究竟才21岁，对 对, 对，是不是不容易，不容易，对对对，哎，再写写，哎呦，还有题目，哎对对，没什么什么题目，闲着干嘛？哪儿动着不是动着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嗯，哎，什么题目？厕所，哟，卫生间，嗯，这人直肠子，对，刚吃完就得排泄出去，那我没吃，我就看了看，哦，注意听着啊，棒梅止渴了哈，嗯，注意听着，会多少成语？给这个卫生间来一副对联，对，卫生间这对，哎。你去过卫生间吗？长么大个子？我没去，我上哪上厕所去了？卫生间里边本身就有对联啊，那写完不等于重复了吗？啊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没注意看，小便请往前站，大便您蹲正喽。行行行了，节约用水。别别别别，您说那是标语，那不叫对联哦。呵，这都叫诗了。不是诗哈，你那意思我给写一个。哎，对，我写出来特别形象。嗯，你贴在卫生间门口，远远一看，哟呵，卫生间到了，是吗？不用写什么 WC 呀、啊，画个小人啊，都不用。这 W 一看咱这个，就明白了。上联什么？上联啊，嗯，上联第一句啊，哎，进门来呲牙咧嘴。这是卫生间吗？是卫生间呢？怎么憋着难受，呲牙咧嘴找厕所？哦，哟，进去又出来了。怎么？这是摊煎饼的。嗨，下联。下联啊，第二句啊，嗯、出户去展眼舒眉，什么意思？拉开心了。走的时候高兴，展眼舒眉。这横批呢？横批四个字。这四个字是先拉后擦。多讲理呀、啊，这是玩意儿啊，合情合理吧？对对对，哎，先拉后擦，越吃越短，啊、咱这都是、啊。这俩别连着说，嘿。刚才那个我怕你忘了，忘不了。哎，多好，哎，好不好？您能给自己写副对子吗？给我自己？是啊，写个写诗啊，是写对子。您乐意写什么写什么。哦，自愿了哈。写个绿，要不然？那没有必要、啊嗯，浪费笔墨。嗯，给我自己不用现编词儿啊，我在家老写。是吧？嗯，那你就随便拿出一副来。注意听着啊，上联什么？现成的啊。嗯，生得一生书生卷气，你看往这一站呢，就像一个比较有学问的人。这够卷。比较有学问的人啊。嗯，管我叫这个高老师卷，管我叫。高老师卷对，下联是学得满腹经纶文章，肚子里头没别的啊，都是看过的书，都是三国呀、水浒啊，都是我看过的书，还是这四本、嗯、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摸摸，来摸摸书，去，好好摸摸你书。行了，您累了，您累了啊！哎，你这是上联，对，下联呢？下联不是说完了吗？嗯。学得满腹经纶文章啊，说完了，说完了，刚说的是下联，没注意听。哦，上联也说完了，都说完了啊。你认点真行吗？对，没认真听。哎，那您这横批呢？横批啊，四个字，四个字 ，BBQ 了。不是这，不是这四个字，什么玩意儿？不是要 BBQ， 还没 BBQ。我感觉你快 BBQ。横批这四个字啊，啊，特别好。嗯，妇女之友。哎，谢谢各位朋友。这人才21岁，21岁，你得当多少年妇女之友啊？哎，我高兴、哎，有时候拿那个手机一刷短视频呢，啊，净老太太，对，我特别爱看，是吧？我爱看那些老太太们，爱看老太太，嗯，好好妇女之友，有好的给你爸爸挑一个，对对对，我爸爸好几个呢，对，好几个抖音号，您看啊，给我写一副好不好？不好，
怎么不好？你这个模样不值当让我写对了，跟你写什么对、哎？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瓢白。这叫什么话？这叫、对你那意思，给你来一副。对，给你来一副对的，可以。嗯，注意听着啊。我是上联是上联啊。嗯，心灵嘴巧，脑子好，太好了，这表扬你。这对子太好了。哎，下联呢？第二句啊。嗯，手疾眼快，跑得欢，跑得欢，证明您这个跑得快啊，就是。哦。跑得体育。对。横批呢？准是小偷。像话吗？手疾眼快，我不偷东西啊，不偷东西。哎，你在这介绍了吗？介绍什么？你是干嘛的？为什么给你写呀、啊？写哪方面啊？你都没说呀，冷不丁过来给你写一个，我知你偷没偷过东西啊？哦，对不对？你得有个具体的题目，是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你说个题目。这样吧，啊啊，我呀，啊，1月31号。一月底，嗯，31号干什么？你啊，结婚。哎呦，这是个好日子。对，哎，争不娶辣不定嘛，是吧？1月31号，您要结婚了。结婚，结婚。然后呢？我给题目是什么呀？您给我结婚这喜事儿。对，来一副对子。哎呦，那我可不随份子了啊！我没指着你，拿着对子我就送给您了。嗯，行不行？行啊。嗯，结婚哈。上联是结婚，得是这是喜事儿。嗯，喜事儿那词儿就得让人开心。那当然了，对你一听就高兴。别添堵，你一听就高兴。上联什么？上联啊，上联注意听着啊，亲朋贺喜百余位。这是人缘，哎，100多人给你道喜来。好好好，百余位。下联，新娘携子2-3人。怎么还有孩子呀？嘿，啊，怎么还有孩子？哎呦，横批你爱听啊。横批是进门当爹啊。这这哎呦，谢谢朋友们。有请这21岁的小朋友再给您说一点。哎，谢谢朋友们啊，嗯、谢谢朋友们。说完了之后，对，我得赶紧复习，准备考试了。是，好考试，现在期末了，上网课呢，是吧？这个相声有传统的，有现代的。对，你说我们演员呀、啊，会写诗啊，会写对子呀、啊，纯粹是两个字，嗯，瞎掰，瞎掰，瞎掰，就没有这么大的文化。嗯，写对联啊，虽然就两句，也得需要文化。那对，写诗啊，那里边个事儿更多了。嗯，韵律啊，格式啊，什么这个，这事儿挺多的。事儿挺多的。说相声的没这么大学问。我没那么多事儿。说相声的呢，您就注意什么呢？把这个五官呢保住了就可以了。对，我们别摔跟头。怎么掉？掉只眼睛不好。不是，五官呢是眉目鼻口耳。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嘴，嗯，眼睛不保护好了，上台呢跟观众朋友不好交流。哦，眼睛没保护好，变对眼了。你怎么说相声？哦，我还真没听说过眼睛没保护好，对，变对眼了。那我眼睛怎么天天搁盒里？你走大街上，好、啊，你撞墙上了，一撞，嗯，俩黑眼珠对一块了，还能说相声吗？那是上台一鞠躬，这回我们给您说段相声。没保护好五官呢，我好好走，我能撞墙上吗？你净看手机，不撞上了吗？那我得保护好了，眼睛得保护好了。嗯，另外这个嗓子，这嘴也得保护好了。是，你嗓子坏了，没法说相声。嗯，对不对啊？嗓子怎么保护？跟郭德纲老师学的。嗯，郭老师，你看他唱的这么好，人私下里注意保养，比如吃米饭，咱吃米饭，弄点米，搁点水，电饭锅一按钮，到时候嘣儿。养了，对，明白吗？打开锅盖就可以吃了，嗯，熟了，什么都不就。郭德纲不去，嗯，郭德纲米饭蒸得了，盛出来，拿那个剪刀啊，得把大米两头那尖儿都搅一下，一顿饭吃4个小时，嗓子保护挺好，哎，人饿死了，对，就是说怕扎着，怕大米那尖扎着，吃面包。吃面包片儿的那面包，1分钟能吃一片，吃不了。吃面包，他得把那边儿啊先撕下来，哎，卷吧卷吧，扔垃圾桶里。哦，这不要了。然后吃那芯儿，这浪费。芯儿软和啊，那芯儿搁那儿，拿那开水烧开了之后，得泡一泡，拿筷子在里边搅，然后搅完了看不出是什么来啊，然后倒了，知道吗？倒了。这个不是吃在哪儿呢？把那水逼出去倒了、哦、那剩下那渣子就吃那个、哦、吃那个，胃癌都不这么吃，保护保护嗓子。哎呀，郭老师保护嗓子，是喂鸡来了。最关键的绝招、
还没跟你介绍呢。我听这个，晚上睡觉之前呢，切一片梨，搁嘴里横着，这个它有科学道理。梨这个东西啊，它清热败火，它能把肺里头啊、什么肠子里头啊、什么肾里头啊、脚后跟里头的火呀，都能吸出来，吸出来。到这片梨上，就这一片梨，对，好家伙，浑身毒都能吸出来。你得坚持啊，一天两天不管用，长期的，持之以恒的，你照着22年，你这么狠，你试试，要不还得听专家的。你得坚持啊，切一片梨，搁嘴里横着，横着睡觉。您回头试去，保护嗓子。哎，我就试了，这也能保护肾。我就试了，到家里买点梨，买点梨，这水果呗，你吃不好也吃不坏，对吧？洗干净了，切一块。搁嘴里横着，中午睡觉，我这人睡觉没钟点，想睡就睡。对，20分钟我醒了。嗯，醒之后我看看梨的效果怎么样，要有黑颜色呢，对吧？证明咱就成功了。你看，吸出来了吗？梨没了。哎，梨呢？就是找不着了。我一看床上、枕头边上、拖鞋里头都没有。哎呀，哪儿去了？睡没一会儿功夫，怎么梨没了？我想起来了，您说梨是没了。嗯，我这人睡觉有个毛病，爱咬牙，嗨，爱咬牙，爱放屁。嗯，这一咬牙一放屁，这梨嚼完了咽下去了，嗨，这咽下去了，我就不知道它管不管用啊，可是把梨吸进去了。哎呀，你这个玩意儿，晚上睡觉啊，我再来一回，让我爱人呢、啊、给值个班，干嘛？他只要嘴里头老有梨，他就能起作用，咽下去没关系，再切一片给我续里头。哦，对不对？我睡着了，我自己续不了啊。我说那个什么，舅舅，您受点累，您呢？媳妇儿叫什么名字？叫这个裘秀裘。哦，姓裘啊。你媳妇叫秀裘。哎，裘秀裘。你叫狮子。对啊，狮子干嘛？狮子滚绣球嘛。对，来，我说绣球。你别听别人诋毁你啊，他们老拿人开玩笑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你啊，熬个夜。别睡觉了啊，你们天天就是熬夜嘛，是吧？我躺着睡觉啊，我横着一片梨，你看我多安详，是吧？走得多好啊，我挺安详的。这时候你呢，等于就上班了啊，你端着看我干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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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咬牙一放屁，说明梨我咽下去了。我以为放出去了，是吧？一咽下去之后呢，你别闲着，赶紧切一片梨撬给我嘴，给我续里头，明白吗？续里头，嘴里头老有梨啊，保护嗓子，我跟郭德纲学的啊，受点累，你给盯着点，这不梨在这儿呢吗？给你一刀，水果刀，在这儿呢啊，你盯着点，我很放心的，我就睡着了，躺那儿睡着了。这一宿啊，睡的时间还真长，哥，转天得早晨9点来钟了，我才醒。嗯，醒了之后，这回醒了，我得看看这梨怎么样。这回没问题了，哎，又没了，又没了，没有了，他给你续。续吗？没有，眼睛没有，枕头边上、拖鞋里都没有。一看我媳妇儿，我气坏了。嗯，在那炕边上搬个小凳坐地下，这胳膊肘，这炕，这手拿着水果刀，睡着了。哦，睡着了，自杀了。嗯，不是自杀，这是刀把在上呢。哦，这底，我说你，哎哎，醒醒，你太不像话了，这点怎么还睡啊你啊？起起起，我教你这点活怎么完不成啊？我保护嗓子，让你给我续这梨。对，你怎么不给我续啊？是啊，他这刚醒盹，谁说没给你续啊？续了吗？你1分钟咬8次牙，我续得过来吗？嘿，你买那10斤梨都续完了，连昨儿剩那鸭架子都续进去了。